隨住太陽直射點往北移動，全球的氣壓帶和風帶都會往北移。他話：學地理啊，仲可以遊山玩水嘅喎、哦，就係呢個説話吸引到我咧。我同學生之間嘅關係咧，我諗我用平原地區去形容啦。人哋嘅關係咧係會非常之和諧嘅，只要咧佢哋感受到我咧係足夠嘅尊重佢哋，感受到我非常之有熱誠嘅教學嘅話，師生之間嘅關係咧係會好和諧咧係融洽嘅。心旷神怡的感觉给我们的，所以有时候风景画点都要留天留地，脚踏实地，仰望星空为艺术战。其实很多小朋友呢，他会追梦，他有自己的梦想，但是往往呢他不记得了一样最重要的事，就是脚踏实地。我希望他们追梦的同时呢，都会有好的基本功，跟着才能够为他们的梦想去战斗去努力的。我希望每一个学生都在他的艺术上面有他的成就。我教了书今一年应该是13、14年，就算病我都没用过一次麦。总之我一定要要求自己就一定要教好这一堂。我要令到的是我举的例子越生动越准确，那学生他们记的时候就越好。要善用人工智能的这把双刃剑，我们学生是要有更高的学识水平，更高的道德水平去批判这批知识啱不啱用。不用人工智能，你就等于少了一件装备在未来社会上走。